呢条题目话咧，一个直角三角有三条边啦 ，x 减一、二 x 同埋二 x 加一啦，咁就揾翻条斜边嘅长度。首先你要做嘅就揾翻 x 先啦，然之后咧就系揾翻斜边嘅长度。咁呢三条边长咧，因为 x 咧应该就系正数嚟嘅，因为二 x 系其中一条边，咁所以其实三条边长里面咧，最长就应该二 x 加一呢条啦。OK， 咁所以你就知道咧，就因为 x 系正数，所以二 x 加一咧会大过二 x 啦，而二 x 咧都会大过 x 减一嘅。咁所以啦，我哋就会知得到。这个的算式呢就应该写做 2x 加 1 all square 等于 2x all square 加 x 减 1 all square， 用不是定理、拆开它拆括号就计到 x square 减 6x 等于 0， x 呢就 solve 到是6啦或者 0 就 reject 的，因为这个长度呢就不可以等于这个的0的。好了，问题就是计完6之后呢你就不要圈 B， 因为它要问 hypotenuse， 所以 hypotenuse 应该是6乘2加1，即係13啦，記住啦，寫翻啦，hypotenuse 13。